第二十八题，小明以初速度每秒4公尺沿直线骑车，经20秒后，速度变为每秒16公尺，则小明在此时间的平均加速度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？那我们晓得平均加速度的计算方式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速度改变。计时开始的时候速度是4，20秒之后速度会变成16，所以呢，我们的1/20，也就是0.6公尺秒平方，所以第二十八题问我们说，则小明在此时间的平均加速度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0.6。